心很酸，佢就想问981，佢买入价15蚊吓，佢话使乜食糊先？如果是15.1買的話，其實都相對是一個即是差不多是比較低的位置買到，其實都相對是不容易的，因為981呢，即本身過去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都是維持著一個比較大的調整的趨勢在這裡，再加上呢，即近期行業呢又面對著美國制裁一些不利的消息在這裡，包括了華虹半導體股價呢也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我自己覺得即在半導體這個行業來講的話呢，其實在今年比較往後的時間呢，我相信半導體由於在供應比較偏向緊張的情況之下，我相信那個即對於產品的毛利率呢，我相信都還是會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影響或者作用在這裡的。只不過在即有機會美國再一次對行業呢再一次出手的情況之下呢，我相信雖然這個投資者暫時買了是有一個不錯的獲利空間，但是呢就不要將那個目標位呢定在太過高啊，反而趁著即係依家市況又未係太過平穩的情況之下呢，即係如果有機會係挨近翻前頂大概16.5嗰啲位或者16.4嗰啲位嘅話呢，可能我都會先行開始慢慢部署獲利㗎啦。好啊。